抗拒，一张俊俏脸庞无法言语，优良的基因超乎寻常，无所不能家喻户晓，所有想要的都能得到，帅性感到我热情奔放，受众人爱戴的高尚情操。快看，嘿嘿，我乐善不施毫无保留，在你无助的时候，我会奋不顾身的伸出援手，各种棘手的难关，我是恼人的麻烦。我提供遮风避雨的家，租金一律减免，我为了大家接近，所有慷慨解囊从没悬念，我日复一日不停付出，竟然换来成见，我只是想得到大家基本的尊重，你们却让我心痛，毫无感谢动容，没有基本的尊重，这让我感到心痛，真了不起哦，你不得不承认我阳光帅气强壮无比，胆大包天，谢谢，完美王国就在眼前，你们还抱怨不知感恩，哼，我肩上所扛的重担，有没有兴趣交换试试看，哦，去年比准是四个愿望，这样难道还不够，居然对我有所质疑，表示为捐孩子一万位，身为后盾的我真后悔，总是情意相挺，如今谁能抚慰我受伤的心灵，这让我感到心痛，毫无感谢动容，没有基本的尊重，这让我感到心痛，我努力想要树立，我并不标新立异，局势超出我能控制的范围，剥夺我的权利，我不气馁，我要或咒语或召唤诅咒，能逆转局面就已足够，我不想又受这本书的羁绊，非常时期才非常手段。说到哪了？哦，对，这地方出现叛徒，但我不可能屈服，澄清一切是与非，或许这一切只是误会，把他带到我面前，那愿望将实现，不惜一切也要保护你们的安全，却毫无感谢动容，没有基本尊重，这让我感到心痛，没有基本尊重，